简单到难以置信的。年年有余，新年必备手工灯笼来了。取矿泉水瓶子保留17厘米，用一张 A4 的纸包起来，把多余的折到瓶子里面，穿绳放灯的瓶体部分完成。接下来再取一张 A4 纸，上下两边沾上双面胶，对折一厘米间距剪开到2/3的高度，撕掉双面胶粘在瓶子上面即可。接下来做鱼的尾巴，取 A4 纸剪出两个正方形，对角上下折，再对折一次，做两个，然后把它们粘在一起，漂亮的尾巴就做好了。接下来做鱼的眼睛，粘在灯笼的上部，放进灯光，全部完成了。简单快速且漂亮，特别适合跟孩子一起来做哦。